大家好，我是 Bob Gable，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表示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节目，记住看完的时候给个 like， 和介绍多些朋友来看我们。今个星期我们想讲两只充满艺术感的腕表，它们的制作背后的故事都很有意义。第一只我们想讲的是 The Patoon 的 Master Art 系列 DW 是代表 Dream Watch 的意思。这只腕表我们一眼望下去觉得哇，花里花碌，上面还有骷髅头和花的图案，整只表是紫色，都挺特别的。原来这只腕表是一只独一无二的 unique piece， 是为了去庆祝墨西哥的 Day of Death， 为死亡庆祝的一个节日。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James Bond 的 Spectre 电影，可能你会记得开场的时候有一幕在墨西哥那里有个嘉年华会，很多人就穿着骷髅头的衣服跳舞开心。这个就是墨西哥人庆祝 Day of Death。 Day of Death 是为了他们要纪念先人，他们对死亡的看法是很正面、很开心，还有是充满阳光感。从这个腕表的设计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因为它整只表用了很多骷髅头，但这骷髅头都很开心，还有很多花朵。这个腕表它的表型 DW 的表型是好像一只太空船一样，成粒榄核一样。它那个时间的显示，在右手边的一个小窗，是一个 jumping hour 跳字的时间显示，而那个分钟的显示就是一只转动的 disc。现在呢大概是10:41左右，而中间有一粒银色的波波，那个其实是一个月相的显示。那粒波波就一半呢 blue steel 蓝钢，另外一半呢就是 palladium 巴金。这个腕表本身呢就那个难处呢在于材料，一个 titanium 的材料，钛金属，還有加上呢是用了高温去燒製，令到它變成紫藍色。咁 titanium 是很硬，咁所以比較難係去打磨同埋去雕刻啦。咁另外成件事更加複雜咗呢，就係佢哋用咗好多種同嘅 18K 金去嵌入去呢啲钛金属里面，係造成嗰啲骷髅头啦同埋嗰啲花嘅。咁佢哋分别係用咗有黄金啦，有白金啦，有粉红金啦，仲有绿色嘅金，同埋係有大理石金嘅。造成咗呢，因为金係软，佢嗰个熔点呢係比较低，所以用两种温度相差好远嘅金属去制作一个雕刻嘅腕表呢，个难度就变成相当之高啦。咁如果我哋反转就腕表睇下个表底呢，係一整个的骷髅头，还有也是好像笑眼那样。它的左眼呢就是 balance wheel， 可以给我们看得到一个透明的蓝宝石水晶盖，可以给我们看到 balance wheel。 因为这个腕表是无秒针的，所以给我们看到 balance wheel 的转动，我们就知道个腕表是行。这个腕表它本身是搭载 The Patoon 的一个自家生产的机芯，是手动上链的，总共有355个零部件，可以俾你有5日嘅动力。虽然我哋外表睇佢好似一个艺术腕表，咁其实个机芯咧都几高科技㗎，因为佢有直嘅 balance 啦，同埋个琴钟率，咁令到佢唔会受到呢个磁力嘅影响啦。本身嗰个月相嘅显示咧都係好高嘅准确度，係每1112年咧先至会有1日咁差㗎。头先讲过啦，呢个腕表咧係独一无二嘅，只係得一隻嘅啫，佢个定价咧大概係港币233万㗎。咁好啦，第二隻我哋想讲嘅腕表咧是 Split Marine 的 Art Series Rhinos。 Split Marine 是一位英国的制表师的名字，也都这个品牌是由他创制的。从今年2020年开始Split Marine 每年就会挑选一种濒临絕種的動物作為它一個限量版腕錶的主角。賣出的腕錶他們是會將部分的錢捐去給一些慈善機構，是讓他們去希望可以維護濒临絕種的動物。今年他們選了的就是犀牛。犀牛雖然是很龐大，但其實他們都挺溫順，不過因為他們的犀牛角和犀牛皮都是人類喜歡用的一些物料，所以變成很多時被獵殺，令到他們的數量越來越少。所以 Speed Marine 就希望生產這隻腕錶是做一些功夫，可以給犀牛有一個生存的空間。每一隻賣出的腕錶他們會捐出3000瑞士法郎。這隻腕錶我們看到最大的
特色就是那個錶面的立體的犀牛的頭，這個頭是做得很逼真栩栩如生。那它工序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做了一個犀牛的帽，那這個整個犀牛的形態呢是它們 in-house 去設計的。做了個帽之後呢，跟住呢它就用緊住了那個立體的犀牛的頭，然後呢就再加上呢就是它們人手的做 finishing 打磨啦，那同埋最後呢就做了一個步驟，就是將一些酸性的液體呢是淋上去，令到個氧化造成了這種很特別的灰色。而黑色那部分的標本呢是瀝架來的，擺了十幾層的瀝架，令到它非常之亮黑的感覺。我們可以看到呢就在一點半位置那裡呢有一個 Speed Marine 的標誌啦，其實這個標誌呢就是它的小秒針來的，是會轉的。如果我們看回個標背呢也都是有犀牛的圖案啦，還有本身的腕錶呢是用一個、珍珠陀，即是小型的擺陀的自動上鏈機芯。值得一提的就是那條錶帶也是非常之環保的，他們選擇了用檸檬樹的木和一些松木來做這個錶帶。這個腕錶就限量很少，它有兩個 case size 都是用鈣金屬製造的，一個38毫米，另外一個就是42毫米，每一個都是限量9隻。38毫米的定價大概是港幣238,000元，42毫米的定價是242,500元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希望可以幫一下犀牛的，不妨去考慮一下這隻腕錶。好了，今個星期的周表示時間差不多了，多謝大家。